我家这么困难，刚打个文凭，在我想我有一份力量，捐一分钱就是我的心意。哎，我年初六七就想捐这个钱呢，应该能拿到他们苦个地方，文件多个地方。这个是我自己的钱，我应该自己自取。这个就是力量，不是叫捐款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